无边无际的大海上，一个男孩正和一头老虎剑拔弩张。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，未来他们要共同面对这惊涛骇浪，并携手求生227天。他们也是这次海难的唯一幸存者。这个男孩叫派，他用手上的肉正在喂一头老虎。老虎走近闻了闻，忽然父亲一把拽起他，让他离老虎远一点。可派却无所谓的样子，告诉父亲，老虎的眼神很温柔，他是不会伤害朋友的。父亲告诉他，老虎不是你的朋友，你看到的温柔只是反射了你的倒影。说完，父亲用行动给他上了一课。他让工人抱来羊，绑在铁笼外，放出了老虎。显然，这个教训让派永远铭记。几年后，派长大了，家里的动物越来越多，但一场变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那年，印度突然暴乱，一家人准备移民去过安稳的生活。临走前，把所有的动物带上了船。可就在这晚，一场罕见的暴雨袭击了整个游轮，巨大的海浪拍击着船身，顷刻间海水灌满了整个船舱。派想回到房间救出父母和哥哥，可为时已晚。慌乱中，派被众人丢到了一个木船上。这时，一头斑马横空降下，船体瞬间倾斜掉了下去。在黑暗的暴雨中，派发现有个人影出现在海中，他赶紧抛出救生圈，用力拽了过来。可到了眼前才发现，是他喂养过的那只虎。在老虎的恐吓下，派在船头熬过了一夜。但当他醒来时，老虎却不见了，只有一头摔断腿的斑马。忽然，一只猎狗钻出，派惊慌失措，又跑回到船头。这时，一只母猩猩坐着香蕉飘过，他赶紧伸出船桨，把它拉了上来。派的方舟又多了一名成员。可短暂的宁静瞬间被猎狗打破，饥饿的他向斑马发起攻击，疯狂地撕咬着斑马的屁屁。斑马实在无法忍受，还是死去了。派知道这样下去肯定不行，他必须要自救。忽然，他看到一本海上求生手册，于是他学着用绳子和船桨做了一个木筏。刚要准备下水时，猎狗冲了出来。母猩猩为了保护派，一拳揍趴了猎狗。正当大家要庆祝时，母猩猩又一次被偷袭，最终他还是被干掉。派直接崩溃，掏出匕首，疯狂地呵斥猎狗。老虎杀掉猎狗后，直接扑向了派，但巨大的海浪让小船左右摇摆，这让老虎瞬间晕船。最终，老虎短暂地放弃攻击，派赶紧拿出罐头，大口补给。这时，一只老鼠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老虎也跟着扑了上来。派没有多想，抓起老鼠扔进了老虎的嘴里，小老鼠瞬间被吃掉。派趁机跳到海里，坐到了木筏上。夜晚，老虎吃掉了斑马，并用死亡凝视看着远处的派。派被吓哭了，沉思了一夜后，派知道这样下去必死无疑，他必须准备一场生存保卫战。按照手册上，首先他要用所有的桶收集雨水，并在船体上记录着天数，然后意志绝对不能消沉，还有更重要的是让老虎臣服自己。说干就干，他把绳子绑到船头船尾，侧对风浪，这样船体会更加摇摆，再利用挑衅的哨声让老虎晕船。马戏团就这么干的。多次训练后，老虎还真的甘愿了。派鼓足勇气跳上船，对着老虎张牙舞爪，宣示着主权，并以撒尿的方式向老虎确认领地范围。可老虎并没有惯着他，翘起屁股直接呲了派一脸更大的。没办法，还是好好做个人吧。他要捕鱼先把老虎喂饱，自己才能安全。可老虎的饭量太大了，游泳健将的他还是下水了。派看着森林之王半天没能捕到一条鱼，刚要嘲笑他，老虎却转头游向了派。正在他饥饿难耐的时候，天降飞鱼帮了他们。原来他们遇到了大批飞鱼群，一条、两条、无数条。这时，一条大鱼飞到船上，老虎瞬间面露凶光。派知道机会来了，这就是他确立地位的最好时机。他立刻和老虎剑拔弩张，斗智斗勇。在他强大的气场下，老虎怂了，慢慢地缩回角落。派削尖木棍，乘胜追击，扎起肉，用食物告诉老虎，只有听话才能吃饱。终于，他把老虎赶了回去。这时有海豚经过，仔细一看，不远处还有一只大船，派赶紧打出了信号弹，可船越来越远，并没有发现它。夜晚，派遇到了水母群，他看着星空般的海水，终于有了笑容。在这茫茫的大海上，只有黑夜的光才是最真实的吧。这时，一条巨大的鲸鱼从海中跃起，波浪直接掀翻了小船，所有的食物都沉入大海。这下完蛋了，派只能再度捕鱼为生。渐渐的，他和老虎也和谐了，不再剑拔弩张，派偶尔也会和老虎说说话。这天暴风雨又一次袭来，小船疯狂地摇摆，老虎也有所感觉，赶紧跑进船舱。派把自己和船绑到了一起，
不久后派醒来时，发现他们已经飘到一个岛上，看着像紫薯一样的藤蔓吃了起来。他进入小岛后，密密麻麻的钉螨出现在眼前，中间还有几个淡水湖，波光粼粼，清澈见底。派也洗去了多日的疲惫，这边的老虎也饱餐了一顿。夕阳西下，派准备在树上休息，可成群的钉螨好像被什么吓到，集体爬到树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黑夜降临，清澈的湖水散起绿色的光，小鱼的残骸映入眼帘。原来白天的淡水到了晚上就会变成强酸，溶解水里的鱼。他看向船上的老虎，这座小岛是那么的诡异。派随手摘下一朵花，拨开花瓣，里面竟有人类的牙齿。原来这是一座食人岛，白天的赏赐晚上便会收回。清晨他决定离开这里，带上自己的食物，还为老虎准备了足够的钉螨。他们又出发了。不久后，派和老虎飘到了墨西哥海滩，海上求生227天后，他们终于又回到了陆地上。派趴在温暖的沙滩上享受阳光的沐浴，老虎也跳下了船，望着森林，头也不回地走进深处。很快渔民发现了派，但他被救时哭得像个孩子，不是因为高兴获救，而是老虎轻易地离开他，却头也不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派在医院醒来时，两位日本事故调查员要他讲述沉船原因和200多天的奇幻故事。可派说完后，对方立刻找出了破绽，因为派说过母猩猩是坐着香蕉飘过来的，可大家都清楚香蕉根本不可能漂浮在水上。没有办法，派只能讲述了另一个故事。海难发生后，有4个人生还，派和母亲、水手和厨子，他们4人上了木船。为了生存，厨子想要钓鱼，却没有鱼饵。水手跳下时摔断了腿，防止伤口感染，厨子强行给水手做了截肢，之后厨子就顺利地捕到鱼。不久，派和母亲发现厨子并不只是为钓鱼，于是和厨子发生了争执。厨子被激怒，母亲为了保护派，被厨子残忍地杀害了。这时的派也被激发，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了厨子。之后的日子，自己横跨太平洋，在漂流227天后，终于获救了。画面一转，这时的派已经步入中年，他正在和一位作家讲述着这段奇幻经历。作家听完2个版本后，其实猎狗是厨子，斑马是水手，猩猩是你的母亲，而你就是那只老虎。派听后并没有正面回答，反问了句，你喜欢哪个故事？有人说第二个故事是真实的，是派阴暗的一面，他和老虎对峙时其实是天使和恶魔在战斗，也是人类为了生存的真实写照。还有人说老虎是派的父亲，父亲为了生存杀了所有人，父子2人也经历了相互对峙和相互依存，所以上岸后不得不分开，也可能是当年的事情太过残忍，导致派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。其实派的内心只想得到祝福，真相对于他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面对真实的自己，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，真正审视自己的灵魂，才能正视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我是一语道破，记得点赞、关注，爱你们。